一个意想不到的春天降临在1979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的进程，也给张老存以及千千万万的农民指明了脱贫致富的方向。社员同志们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，咱们国家呀要实行改革开放，党中央决定要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咱们太福大队被公社批准为第一批土地承包试点村，也就是说呀，土地可以承包到户了，咱们太福大队有希望了，终于盼到这天了。哎呀爹，你吓了我一跳。你看把爹给高兴的。可不是嘛。哎，二哥啊，你整这些绳子干嘛用啊？哥是分田小组的会计啊，建阳叔他们不是让我负责登记丈量土地吗？可是登记土地不是有无齿板吗？我看爹他们丈量土地都用无齿板。哥嫌这无齿板一下拐一下子太麻烦了，哥找一根绳子一丈啊打一结，量地的时候两个人往地头上一站一拉，这不就量出来了吗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太福村，张老存这个把土地视为生命的农民终于盼来了党的英明举措。这个坚信着土能生金，粮食是民族昌盛之根的农民看到了希望，他沉浸在幸福之中。玉香，哎，拉直了啊！啊，二零，啊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6、7、8、9、10。二晨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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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亩3分2。二零，还是你的办法好。算得又快又准确。如果这个办法试验成功了，咱们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法子正式丈量土地了。我说老存呐，你天天上这霸王田转悠，你累不累呀？不累，比逛公园都开心呢。哎，这块地还没分给你，你咋知道是你的呀？这块地我要定了。那不见得。喂，你从良心说。全村人都算上，谁种这块地能比我打量多？你说，不，你多啥了？比别人多个膀子还是多条腿呀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咱俩是亲家，你别跟我争这块地。你们家马田和我们家大珍养着你，对吧？你们家老二马俊爷是城里人，吃商品粮，过些年的你就进城享福去了。你说你跟我争这地干啥呀？你可拉倒吧。我们家马俊是在粮站跟他舅干临时工，可那有今儿没明儿吗？谁知道将来咋样啊？再说了，我天生啊就是个农民，庄稼人。那这么说，你是铁心跟我争这块地了，是不是？那是。好啊，走着瞧。哎，我说老存呐，你要是争不着这块地，可别想不开抹脖子啊。等二两把这地量完了就可以分了，到时候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啊。我找你呀，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帮我忙。啥事儿说呀。哎呀，现在这个事儿整的我都睡不着觉啊。那块霸王田啊，你知道吧，我做梦都梦见那块地呀。你现在是生产队长，又是分田小组的组长，你帮帮忙把那块地分给我。这个事儿啊，你说按咱俩这关系，我应该帮你。你可，
但是这分地这事儿关系到全村每家每户的利益，你让我作弊，那是一人作弊害了全村人呐！陈高调，你我找你上这儿来唠，这不就想偷着捅吗？这玩意儿啊，老村哥呀、啊，这是能偷着捅的事儿吗？抓阄那已经公布了呀，没的事儿怎么就不行呢？我还求过你啥呀？你说呀，不就是想要那块地吗？你就跟我唱高调，你不帮我忙是不是？不忙我不找你，我找别人去。哎，老存呐、啊，老存，这倔驴脾气，你说。二良哥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这儿怎么了？这儿不是你家，你们欢不欢迎我没关系。二连哥欢迎我就成。给。计算器。哪儿整来的？我偷我爹的，他买了很长时间他都不会用，我就给你偷过来了。比你的算盘好使多了吧？有这玩意儿占领土地，那肯定快多了啊。谢谢你啊，梅梅。二连哥，你要是谢我的话，你就带我跟你们一块量土地呗。我这人手够了，有二珍和玉杏帮我忙，你还是回去给你爹做饭吧。啊，回去吧。你要再不回去的话，我下次不让你来看我了啊。听话，回去啊，回去，走走，回去。是不是对梅梅太过分了？玉杏姐，我哥呀，那可得对值得好的人好，是不是啊，哥？你们啊，我谁都惹不起，干活吧！爹，这马上分地了，你咋不高兴呢？你在分田小组里啊？想什么办法也要把霸王田分到咱们家。爹就惦记着那块地。爹啊，这次分田啊是大成叔和镇河叔负责，我就是一跟班的，说话不算数。你平时那鬼点那么老多，怎么一到镇上就拉松呢？谁说不是呢？大哥你，爹啊，别的地他不也一样种啊？二娘，你就跟爹想想辙呗。大哥你少跟着掺和。爹啊，这次分田，大家伙都眼巴巴的看着，谁也做不了假啊！没的事儿，抓阄时候做点手段，有什么不行的？肯定行。爹，抓阄这事是赵振和负责，真的不归我管。哎，爹，爹，你爹要那块地，你就帮他整过来，不就结了吗？能死人呢！你跟这瞎掺和啥？东一句西一句，西一句东一句的，不孝顺。给我，二珍，我爹来了，快！你刚才跟谁说话呢？那大成叔家的关平呗。你上这干啥来了？我洗衣服来了呀。跑这么老远来洗衣裳？哎，爹，这不天气好吗？我顺便过来溜达溜达呗。那他上这干啥来了？那我哪知道他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？烦人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在咱们家院门前转悠过好几次，是不是找你啊？不是啊，没有爹，他找我干嘛呀？他见着我跑啥呢？爹，你可是出了名的倔，他可能怕你呗。哎呦，爹，你那么瞅我干啥呀？我收衣服去了。哎，二良啊，最近你复习到哪了？哼，最近天天在地里干活，回来都累散架了，哪有功夫看书啊？那可不行。我今天回去跟我爸说说，
别让你在分田小组帮忙了，多耽误夫妻呀。没事，我应付得了。咱们是各有各的难处，我爸成天跟我叨叨复习的事情，一逮着我就不停地说，连吃饭的时候都叨叨。你学习好应该没问题。我爸说了，咱村里啊就出了你我马俊三个高中生，就属你最机灵，一定能考上大学。我们当中就属我最笨了。你可不笨，马俊好久都没回村了吧？他命好，舅舅是粮站站长，到时候把他工作一转正，他就有着落。二良啊，咱俩可没什么后台，可一定得努力了啊。好，努力。你说我咋跟你说呀？我要不是为了这个事儿吃不好睡不好，我都不能来求你呀。你咋地得想法帮帮我呀，大哥呀。可是这分田小组啊，他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你是不想叫你儿子娶媳妇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话怎么讲啊？啥怎么讲啊？你儿子没事总找我们家二婶儿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那咱快成亲家了。那不一定，看你能不能帮我把那个霸王田整到手呗。你要是帮我把霸王田整到手，可以考虑啊。这地还没分呢，一大知道就成你家的了。这地我要定了。那不见得，老春哥啊，这是能偷着桶的事儿吗？可是这分田小组啊，他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是不是？哟，日头打西边出来了。你这小铺长得不错呀。就是个带小点儿。你这货挺全嘛。挣点酱油钱呗。你要买点啥呀？拿瓶酒，再拿两盒点心吧。你要走亲戚呢？不是，送礼，给赵振和送礼。啊？给赵振和送礼。给他送礼？对。你有什么事求他呀？他现在不是在分田小组里吗？我给他送点礼，让他帮忙把那个霸王田分到我手。这个死心眼，铁打的田地流水的主人，你见过谁祖祖辈辈能守住一块田的？现在虽然说是分田到户，可谁知道政策一变，那又不是你的了呀？你说你费那个心思，犯得上吗？我觉得政策不能再变了。你是中央领导啊，说不变就不变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折腾了。分什么田种什么地得了，累不累呀？你还是不了解我的心呐。我这辈子离不开土地呀，我做梦都梦见那块霸王田呐。我为了得到它，我宁愿当回三孙子。哎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你这么着，我不能明晃晃的这么给他送礼啊，你借我个包啊兜啥的呀。你这个犟脾气啊，石头老牛都拉不回来。这个行不行啊？太行了。你用完了你赶紧还我啊，我进货要用。嗯，多少钱呢？你就给3块钱吧。那不行，寡妇失业这不容易，我不能占你便宜。你就给3块钱就行了。你看，4块，不是3块就够。4块。哎呀，我走了啊。打住打住啊，张老存，我告诉你，想要霸王田这块地的人可多了去了。
这次分田，我们领导班子已经决定好了，要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。你拿两盒点心，一瓶破酒，你就想把我收买了，办不到。我知道有点拿不出手。这么着，你帮我把事办成，我再给你200。钱呢？鸭蛋。再加200块钱，我说话算数。行了吧，这个啊，200鸭蛋，200块钱，怎么样？哎，我真拿你没办法。行了，行了。哎呀，你说你把东西拿来了，我要再让你拿回去吧，还不是那回事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嗯。梅他娘啊，梅他娘，哎，来，干啥呀？你收着吧。呀。哎呀，老陈大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哎呀，官还不打送礼的呢。好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老陈大哥，你走啊。哎，你慢点儿。霸王田呐，霸王田呐，为了得到你，我是绞尽脑汁，四处求人呐。他们都答应了，你很快就要归我了。霸王田呐，哎，只有我能照顾好你。我给你身翻，让你筋骨松软；我给你施肥，让你浑身有劲呐；我给你浇水，让你渴不着、饿不着。咱爷俩齐心协力，打出个千斤麦子来。他们谁敢不服？狗屁，不服也得服。我的话你听见了吧？我知道你听见了，你最有情有义了。谁骗你，你就骗谁。我对你好，你肯定对我好，咱俩这是两好嘎一好。好，嘿嘿嘿嘿。让全家管够吃白面馒头，神仙过的日子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江哥，嗯，我说没多吧？没事儿，这点酒根本就不算啥，是吧？老马哥啊，今天这酒喝得挺痛快，痛快，痛快，痛快。哎，你说那个我说那事儿呢？哎呀，你不就说那霸王田吗？啊，你放心，老马哥啊，到时候我随便做个小手脚，霸王田肯定到你名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郑哥，来，那个啥，没啥，这是小意思。哎呀。咱哥俩还用这个吗？哎呀，这这小意思，来来，你拿我当外人了。拿拿。老马哥呀，啊，行啊，啊，你既然拿来了，啊，我不拿着吧，啊，也不好啊。但是老马哥，啊，我今天向你保证啊，霸王田就是你的了。哎呀，谢谢了啊！我说郑哥，嗯，我可就指着你了。没问题。哎。你就放心，嗯，这事老马哥我办不成，嗯，以后你见我赵振和，嗯，你就骂我，那打你啊！我的妈，吓死我了你！荷花，喝多少酒啊？有人请客，不喝白不喝，喝了也白喝。你这么晚来干啥呀？想看看你。别想了，别想了，赶紧走。不是，关门睡觉去。不是，荷花，那我一来你怎么就困呢？你瞎说啥你啊？我每天都这时候睡觉。不是，荷花，走，你看你爸一天撵狗似的，我这么大人。荷花，荷花，荷花，滚！
一点也不懂生活。就这点人了，弄准事儿了，你别落了，这事不好了。想招，帮爹把那个霸王钱整到手。赵振和不是答应帮你忙了吗？那犊子有点靠不住啊！我刚才跟他使动，你说他啥瞅天？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他是？爹，我没法帮你，人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我，我没法作弊。我不管，这是死任务，你要不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哎，爹爹，死任务。哎，杏儿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，回去念书去啊！爸，你就让我在这待一会儿吗？你看二良他们都在这儿呢。你让二良在这儿有事儿，你快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啊，听话。荷花，我欠你小卖店多少钱了？你不欠我钱呢。叔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我爹看上那块霸王田了，非让我给他作弊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收拾他去。别说，你说这不就把我给出卖了吗？你这样，我家不是在村西吗？你把我分到村东组，这样抓阄的时候，我爹不就收不着我了吗？咋样？你小子机灵鬼！行，一会儿你分你村东组。好，说，那咱就说。好，好，一会儿抓的时候别着急，看我眼色行事啊。为啥呀？哎呀，你就看我眼色行事。4.5块是吧？下午还啊，振和啊，振和，这，哎呀，你看这事儿，霸王天玄乎，这烟白送了，白送了。你儿都行了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行了，那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静一静啊，大家注意了啊，我宣布啊，这个太福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大会，现在开始开会。为了保证咱们公正透明，啊，咱们村啊，事先把咱们所有的土地啊都编了号，一会儿呢，大家抓阄，抓住哪号啊，那块地就是你的，啊！我宣布，村西片由赵振和和黄波负责抓阄，村东片呢，由大橙子和二良负责抓阄。哎，那个二良子。您的揪都准备好了，那就别少了啊！您落人不行。这志贺，你这呢？啥问题没有？那好，那个我宣布，现在抓阄开始，来吧。李关平，到你。35号。35号。村东坡西洼那块地，马田儿，哎，有，二三，看啊，二三，南岗子那6亩地，哎呦，这啥玩意儿？这自己的手，你怨谁呀？不，我说正和这，下一个谁了？张老存，张老存，哎，到咱地了，到咱地了。你抓呀！你看我干啥呀？快抓呀，老存，后边还有人呢。几号？6号。你快看看，6号是哪块地？西洼那块地。老存大哥呀，西洼那块地也不错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往下进行，下去了。刘荷花。在呢。哎，等一下啊！我这两天手气特别好。那个村长，我帮荷花抓一张，不犯毛病吧？不犯。你看人荷花想怎么的？不用吧。我帮你抓点。我这两天手气特别好。哎，打开看。多少号？18号。哎呀，你快看看，18号是不是水库边上那块霸王田？哎，是。哎呀，荷花，你真有福气啊！咱们村最好的一块田归你们家了。
那个十八号的，你看怎么谢我了啊？下一个谁来？刘军，刘军，来，快点，后边还有不少人排着。窝囊窝囊，哎，窝囊透了。张罗一溜十三招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霸王钱到底跑到别人手去了，你说窝不窝囊啊？你说窝不窝囊？爹，你消消气儿，坐下。不是，关键时刻你怎么跑到村东组去了呢？爹，郑祥书在大会上宣布了让我去村东组的吗？是不是你自个儿要就去的？爹，那你可冤枉我了。我在村东组，那我不能跟大家伙说我爹在村西，我要去村西给我爹作弊去。爹，坐下，消消气儿，来，吃点豆，吃豆消气儿。吃什么豆啊？吃豆。爹，你看啊。咱家六个劳动力，七口人，从西洼到河边那块一共31亩地，那饱伤耐旱。行，不用你跟我算这个账了。不，你说赵振和这个王八犊子啊，他收了我的礼，不给我办事儿，倒把霸王钱抓给别人了。你说他，不行，我打这。荷花，我跟你说实话。霸王田那个号，我压根儿就没往盆里放。我替你抓的时候，我把手往盆里一伸，就假装抓一下。就霸王田那个号啊，提前就在我手里藏好了。荷花，你说你怎么谢我？谢你？嗯。那我可没想过，我倒是想把那块田给老村，他比我更想要那块地。赵振和，赵振和，呀，他不在家，上哪儿去了？谁知道又死打喝猫尿去了？哎，有事儿啊？荷花，难道说我赵振和？你干啥呀？就不如张老孙吗？不是，是，怎么你出去说？出去没事儿，啥东西都不拿。我没说你拿我东西，光明磊落。你出去，说话，你听我说。你干啥呀？你听我说。你撒手干啥呀？你不是，你回家，你赶紧回家吧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说话，你怎么不知好人心呢？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赶紧走。你是不是得报答报答？我报答你什么呀？报答呀！不是，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，让我歇会儿，等会儿。干啥你？啊！你太不是人了！一个坨子住，你进来！我告诉你，你他妈正气人了你啊！你个臭流氓！赵振和真他妈不是人的，我也怪你，这个晚上了吧就不能卖东西了，你说你能挣几个钱呢？我要不赶上你是不是？到晚上吧，把窗户插严实的，把门给他顶上，谁来了也不卖货了，就得了呗。玻璃还给整打一块，行了。你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人再听着再以为我把你咋的了，那我就冤透了我呀！行了，行了哈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赵振和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。一边去！爹，我咋看你看这土地比对我们儿女还亲啊？废话，你们成天在我眼皮底下晃，我没骂你们就是亲了。爹，
干脆以后你就跟这土地过得了，我们这些儿女啊你也别要了。就是爹，我是你老姑娘还是这土地是你老姑娘啊？要你们叫你们吃不饱饿点嗷嗷叫，不也瞅着揪心吗？现在就好了，再也不用饿肚皮了，你再也不用吵吵嫌我着稀了。爹，你怎么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我跟你们说呀，人糊弄地皮，地就糊弄你肚皮。哎，你不把地当个宝，地就让你吃不饱。从明天开始啊，都跟我起早贪黑一起伺候地，这是自个儿的地，别像咱生产队那样的就糊弄，出工不出力，听着没有？听着了，爹。哦，听着没有？啊啊！听见了！哎，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就都跟着爹起早贪黑的伺候这地。这我说你呢，你把镐扔下捡渣子。去。大梁、二梁、三梁，这儿出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听见没有？起来了啊！嗯，啊。哦，这爹，哎，这刚几点呀？这是三儿，快起来吧啊！你们再睡会儿，得叫啊。快点快点，爹叫啊。哎，这刚几点呀？一会儿爹又该踹你了。快点儿。大梁、三梁、二梁、二枝儿，起来下地了，快点的。爹，这也起太早了吧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这还早？不早了。爹，你这么早干啥呀？你把人都叫起来，你不成周扒皮了？你半夜叫鸡呢？你以为还是在生产队呢？啊，偷懒耍滑，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干，知道不？走了，出工了。哎，爹，我这不用。爹，我这肚子疼。我先蹲个茅坑，你们先去哈。懒驴上磨，屎尿多，你快点。上茅房，上啥钱？你茅房，我让你睡，我让你睡。喂喂，爹咋回来了？我让你睡。你咋回来了？让你睡。爹，这你咋回来了？爹，你别打，爹你别打，我让你别打，你别动手，你咋？爹，我让你偷懒耍滑，我。你咋回来了？你懒驴上磨，屎尿多，你。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爹。爹，你别追了，你别打了，爹。我跟没跟你说啊？这是自个儿家的地了，你还以为还是在生产队吃大锅饭那个时候呢？你偷懒耍滑呀？我饿你三天，看你还耍不耍滑？爹，爹你放心，我再也不敢偷懒耍滑了。你小子肯定有偷懒是吧？给，还不赶紧干活？那么多废话。二梁啊，哎，来了，爹，你替我看他点行不行呢？啊。行，干活。爹，看这边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呗。啥主意？说。咱家啊，也得实行责任制，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。咱家弟兄姊妹这么多，时间长了，那肯定得闹矛盾啊。接着说呀。以后下田啊，咱就算工分，每个月咱按工分计算，到了年底，咱按照工分获取酬劳。对不对？无故不出勤的，咱就罚他。
你这样不就能调动起来大伙儿的积极性吗？是不是？嗯，这主意挺好啊。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歇会儿吃饭了，来。二哥，玉杏也到地里干活来了。又不缺胳膊少腿的，干点活怕啥？队长真舍得他这闺女。爸妈，快吃饭吧，我去帮你干活。哎，不，这地里活哪能让你干呢？你呀，赶紧跟我回家好好复习去啊！去，我都复习好老半天了，就让我帮你干活吧。一会儿也不行，你看你把饭送来就行了。一会儿我跟你妈饿了吃一口啊，你赶紧回去吧。爸，你就让我帮你干活吧。行，听你爸话，回家休息去。爸，你看二良、梅梅他们都在地里干活，那为啥我就不能干呢？你跟他们比呀、啊？你别忘了，在这个村里大小你也是个高干子弟，学习成绩都比他们强，你和他们比？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想让你进城当个城里人，你知道不？杏儿啊，理解爸啊。回去吧。这分钱到户闹的，把人都拽到地里抡锄头。玉杏人家可是从来没下过钱的大闺女，现在倒好，也得接受劳动改造。快点干活，乐乐乐乐乐乐！没看要来雨了吗？哎，哎呀，来，给我过。你都干一上午活了，你怪累的，给我吧。你歇着吧，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。说原先没地的时候吧，愁吃不饱饭；现在有地了吧，又愁没人干活。这横竖都是个愁，你说？哎，可惜这块宝地喽。啥叫可惜这块宝地了？我种就可惜，你种就不可惜啊？你别生气，这个地这个玩意儿真是认人啊，不一样的人种它，收成就是不一样。你算了吧你，就你那点心眼儿啊，成天到晚惦记我这块地。还不知道，你也该吃饭了吧？我回做点饭，给你送来啊。没事啊，我不饿。哎呀，就等着吧。大嫂，还不开饭啊？我都干了半天了，肚子都饿瘪了。开啥饭？开饭，爹还没回来呢，都等着啊，先别吃。他干起活来不要命，他不知道饿，我还饿呢。不管，我先吃了。等会儿，那就你干活，别人都没干。我先吃。爹兴许忘了吃饭了，咱们赶紧吃完给爹送去。嗯啊，嗯，还二哥开口。那你们几个先吃，我把饭给爹送去啊。嗯，二好。嗯，那个锅里还有那米汤，吃完了再盛啊，二珍。嗯，好好。嗯，大绿光，你吃了吗？没呢。闹半天你没吃呢，我把你那份也吃了。我不是怕你饿得慌吗？先给你送来了。你早说，我给你留点啊。不用，家里还有呢。嗯，还有。右边。爹。右边。爹。哎呀。你说这家给我找的，现在给你送饭跑哪儿去了？在我荷花婶这儿呢。你荷花婶把饭送来了，我顺便就吃了。啊，你爹帮我收拾地了，我不能让他白忙活，我把饭就给他做了。哎呀，那感情，那我荷花婶做的饭香是不是爹？这
反正我把他那份吃了，来，我把你那份吃了，你把这份吃了吧。我家里头还有呢，不用了。哎，你看那姨舅手都送来，那你吃了吧。啊，合怀事，吃。就是呢，你吃饭，我干活去啊。你悠着点儿。二娘，今天出勤记了没有？记了，今天全家出勤，大嫂在家做饭也算出勤。对，不对，对，他那好像有问题。你这上面只写早上五点出工，你没写几点下工啊？今天咱爹中午就没下工，要不是荷花诊的，你打算把咱爹饿死啊？你还有什么心情？哪呀，爹，荷花诊的那饭菜好吃吧？叫啥叫啥？爹，我可啥也没说啊。我不是得意那块霸王田吗？我就帮你荷花婶子干点活，他不好意思了，就给我整点饭。这有什么呢？你说，不对吧，爹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要真喜欢那块霸王田，干脆你把荷花婶子娶回来得了，你把她娶回来给我们当后娘。你把荷花准备举过来，不就等于把那块霸王田也举回来了吗？一举两得，两全其美，好事啊！哎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荷花准备，同意。哦，什么？好好吃饭，早点休息，明早上早点出工，别一觉一更更，尤其是你。你看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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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土地是光，土地是火，描绘出地平线那一抹曙色。田野在江中，春天的故事。处处都焕发出生机勃勃，种下彩虹，开灯舞，种下音符，伴唱歌。事儿啊，老曾伯，你看我当你儿媳妇行不？你嫁给他那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你知道我喜欢啥样的？其实我一直二良。哎呀，跟梅梅上公社把结婚证领了。我跟那梅梅啥关系都没有，这都啥社会了，你还搞拉帮配？梅梅就是张老姑娘坟，也不嫁给他老张家。我非张二良不嫁。梅梅，二良妈求你了，快回来呀！